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小伙伴们，今天啊，我们一起来玩的这个是8888万滴血的跑酷。虽然说呢，我现在刚开始啊，这个血量呢仅仅只有10滴血，但是不要紧啊。我们看到作者呢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海绵宝宝啊，获得了海绵宝宝以后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血加到10万滴血，而且呀，我们还有这个粉红之翼，它可以上天，这个就非常的强啊。我们先来试试去跑酷，跳跳啊，这个我们如果血多的话，像这种拼血的地图啊，那这是肯定非常简单的。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，不知道你喜欢玩迷你世界吗？如果你喜欢玩迷你世界的话，记得给鸽子点个关注哦。哇塞，我怎么飞得这么高呀？这瞬间直接就超越了所有的小伙伴呀，直接获得了前方啊。来坑一下小伙伴，我们把这个海绵全部给它踩碎。这个东西如果踩碎了以后啊，小伙伴们就过不来了。哎，这一块不行吗？哦，只有这边可以。我们来把这边给它踩碎。这小伙伴来了以后直接就懵了呀，这什么情况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好吧，我们现在继续向前走啊，看这边的话是仙人掌啊，仙人掌的话非常的耗我们的血，但不要紧啊，谁让我是10万滴血呢，我根本不怕呀，随便掉，直接这样大胆的冲过去啊，太简单了啊，这个血多就是任性啊。来打个标记，跳跳，哇塞，我怎么又飞起来了？这个就有点有意思了，动不动就可以直接飞起来，这个跑酷地图有点很友好啊。前方这什么情况？前方这么多，这是什么人物啊？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但他们肯定不知道我是谁啊。我的血量这么厚，我根本不怕与你们 PK 啊。我们顺着这个地方走，哎，向前，这边有个星星，好的，小伙伴们，那么本期这个8888万滴血跑酷啊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